音乐哦哦 star。我们走过东京的风，伦敦的冬，看过世界各种残破，各种繁荣。你在曼谷困在车笼，望着天空，总有一天我们回归简单普通。生命总有善人在你的心中画出个空洞，以后还会遇见另一个人还给你笑容。最好的快要发生，一个胡同，我们匆匆掠过青春，现正重逢。总有一天，我们怀念一种平庸。生命总有仙人。欢迎收听音乐 All Star， 我是今天的 DJ 张栋梁，好久不见，你们好吗？我发新专辑了，刚刚听到的那首歌呢，最好的快要发生，就是我的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第一波，然后让大家听到的是一首比较平淡，我相信，对了，听起来感觉是平淡的，但是这一次做专辑一样，跟上一张。怎样的张栋梁一样，我都是跟着心在做音乐。那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其实很多很深刻很感动的一些感受都是很平淡的，所以
做出来的歌也很平淡，但是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里面的一些情境，然后游走在不同城市的一种感觉，然后但是思念同一个人的感觉。好，第一首新歌《最好的快要发生》。那今天会有一个小时的时段在这边播一些我喜欢的歌，还有介绍一些自己以前跟新的作品。马上听到的是我应该是永远都会喜欢他的一个声音吧，很期待他有新的作品，听听王菲的这首空城。住在同一个天地，学会用眼睛去引擎，爱情是面镜子，有谁住在哪里，我寻找你，看见天地，颠簸天气，用我一滴泪的力气，是谁发明抽屉，连心一起锁上去，以为爱是天梯，顺着它的方向，我只见到玻璃鞋子，花样反复，伤心是唯一的错误。我不要爱的空枕，请给我你的天真。我不要青涩掌纹，为他做无谓的心。抹去流星的陪衬，在岁月间老到孤独，只看你轮廓写真。住在同一个天地，学会用眼睛去引擎，情是面镜子，有谁住在哪里，我寻找你，看见天地，颠簸天气，用我一滴泪的力气，我不要爱的空城，请给我你的天真，我不要青涩掌纹，为他做无谓的牺牲，我不要爱的空城，抹去流星的陪衬，在岁月渐老的孤独，只看你轮廓写真。我不要爱的空枕，请给我你的天真。我不要青涩掌纹，为他做无谓的牺牲。我不要爱的空枕，抹去流星的陪衬，在岁月渐老的孤独，只看你轮廓写真。
少年，已经不再抱怨，爱情像一只蝴蝶，脆弱却让人想念，它总是忽隐忽现，我心中的花园，向昨天告别，跟伤口和解，别哭丧着脸，我不再扮演青春的少年，你也不必留恋走过不安的岁月，牺牲多少的睡眠，终于对快乐不再贪得无厌，人生没有如果，比如说换另一种生活，有什么结果，人生没有如果，比如说没有参考星座，会不会落魄，只能放手一搏，多少梦浮现，多少梦幻灭，喜欢去海边冲浪的少年，总算学会妥协，无伤大雅的谎言，微笑应对着敷衍，终于学会用温柔对抗世界，人生没有如果，比如说换另一种生活，有什么结果，人生没有如果，比如说选过，你会选什么？人生没有如果，比如说没有参考星座，会不会落魄，只能放手一搏，欢迎收听音乐 All Star， 还是我今天你们的 DJ 张栋梁。刚听过的是我的歌《人生没有如果》。刚一开始也跟大家说了我的上一张专辑《怎样的张栋梁》，那《人生没有如果》就是当中的其中一首歌。其实，在做《怎样》的时候，就是我第一次全权自己在执行音乐上的，当然有找了一些音乐伙伴一起来，比如说在词曲创作上的部分，但是在制作音乐的部分，其实自己参与的几乎是所有的东西，包括这一张最好的快要发生。所以其实从这两张专辑，大家如果认真听，真的可以听到我一些很内心很私密的一些情绪跟感受。那人生没有如果就是当时的一个作品。好，马上要介绍我的一位好兄弟的歌曲给大家听，那也算是旧歌了吧，他最近应该也
希望他有筹备新专辑了。蔡明佑他当时发的一首新歌就是我可以之后的一首我想我可以。你怕了吗？为什么你还不放弃？抚摸我泪水的痕迹，像孩子般疼惜。一片空白的生命，幸好还有你，应该用尽全力爱你。我想我可以，明明难过却要生气，放纵失控的脾气，连累你不安伤心，崩溃了却还装镇定，拥抱我混乱的情绪，我后悔自责不已。你笑说没有关系，却红了眼睛。我做过的事情没有收视率，连主演的悲剧都无趣。你怕了吗？为什么你还不放弃？抚摸我泪水的痕迹，像孩子般疼惜。一片空白的生命，幸好还有你，应该用尽全力爱。再爱了你却还心疼舍不得丢下我一个人。我怕了吗？我凭什么不失去你？在最坏的时刻相遇，像最好的奇迹。只剩下那几个人，有好几个早已经结婚。岁月在夜里发出嘲笑声，这凌晨没有醒着的人，调整呼吸，看看夜景，过去的事不去回忆。电话响起，谁的简讯，明天工作不要忘记。我自己的风雨，我自己去躲避，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会关心。没有不开心，总有喜欢自己，不完美而已，生活可以继续。
郁闷。新游戏的关卡没完成，这凌晨多了醒着的人，想去旅行，找出护照，订了机票，收好行李，这才发现孤独是场不安的雨，没有交集。我自己的风雨，我自己去躲避，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会关心，没有不开心，总要喜欢自己，不完美而已，生活可以继续。欢迎收听音乐欧少，我是你们的 DJ 张栋梁。刚听过的是我的新歌叫《自己的风雨》，收录在这次的最新 EP《最好的快要发生》当中的第二波主打歌。这个歌啊，我觉得这个歌它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情绪，尤其游子在外啊，然后可能工作一段时间，然后身边的朋友跟家人都不在身边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需要自己去面对很多的事情，很多的风雨，但是也不觉得自己非常的可怜，或者觉得自己特别的难受，它就是一种经历，但是会有一些耳语在身边说，诶，你还好吗？诶，你最近怎么样啦？诶，你是不是比较少跟我们联络啦的那些，就会觉得诶，反而让自己觉得诶，我好像是这样吗？但其实不是啊，我只是在享受一个人独处的一个状态，我其实过得没有不好的，这样的一首歌。那音乐类型的话，它其实有一点带爵士，就是爵士流行，那也算是一首比较内心的歌。那这一次其实我对啊，比较走心啦，所以我的歌可能要多听两遍，所以啊，大家就多听两遍。那新歌叫《自己的风雨》，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是一位马来西亚的女歌手戴佩妮，她之前发了一张专辑，这首歌叫《未完不待续》。想身躯，因为在燃烧，一起
Hello， 你好，我是张栋梁。刚听过的是《擎天树》，另一首在我新专辑《最好的快要发生》当中的歌曲。那这个第一次曝光是在去年在台北办的演唱会的结束，我就唱了这首歌。因为当时想说，诶，你唱还是好像有个 encore 之类的，但是我个人就是你知道，觉得演唱会应该就是一个完整的第一首到最后一首，其实 encore 不 encore 它其实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一个需要。但是诶，反正我们已经在筹备新专辑，专辑也做完整了，但是就是还没发，那不要 encore 之余不如来一个 surprise， 来一个曝光一首新歌，然后顺便告诉大家我的专辑开始预购这样。所以那时候就选了这首《擎天树》，因为觉得这首歌非常的正面，非常的带有阳光的感觉。其实这一次整张专辑都是一种期许吧，期许期待最好的快要发生的这种氛围。那《擎天树》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歌曲，然后当时演唱会其实非常的感动了，其实很多感受还是历历在目这样。然后对，当时也是公布了就是专辑限量独家限卖的一个方案，这一次也是非常新，限时独卖，没错，这次是非常新的一个方式。因为我觉得现在有太多不同的方式去支持跟听你喜欢的歌跟你喜欢的歌手，但是我觉得 CD 还是需要被珍惜的，所以这次就来一个出其不意的方式，让真正想拥有 CD 的朋友可以很珍惜跟珍藏我这张最新专辑。那当时就选择《擎天树》这首歌，来听一首英文作品，来自 Adele 的 Send My Love to Your New Lover。 I was too strong, you were trembling, you couldn't handle the hot heat rising、baby I'm so rising, I was running, you were walking, you couldn't keep up好了，非常开心这个小时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的新专辑，我的一些旧的作品跟我最近喜欢听的歌曲。再一次跟大家说我的最新专辑最好的快要发生，隔了两三年吧，然后已经可以听得到了。那希望你们不要错过每一首，这一次有七个曲目，包括一个 intro 一个 outro， 那每一首都做得非常用心，希望你们可以感受到，也希望你们会喜欢。那其实现在都开始在密集的宣传，那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如果你们想知道更多的详情的话，都可以上到我的一些我公司的官方网站啦，或者是我的一些叫什么 social media
social media， 那包括我脸书啊 IG 啊都会有。那至于叫什么名字呢，我相信聪明的你们一定有办法找得到的。好，那希望如果有一些公开的活动都可以看到你们，因为真的真的很久不见了。好，节目的最后送上我的一首旧歌给朋友的话，今年台北演唱会的时候我有唱这首歌，那我觉得这首歌我每次唱都很感动，因为谢谢坠入来在一直都在身边相挺的朋友，包括歌迷们，那我们就期待很快会见面，谢谢，拜拜。看着朋友在洁白的病床上努力呼吸，窗外蓝天白云是个美好的天气，提醒我要快乐，不管生活多难，尽量乐观一点，不要等到只能怀念，好朋友要常常见面，诉苦说笑问乐或纯粹抱怨，说完就好了，有些新的一天，不要等到改天再约，谁知道有没有改天，总是推说工作忙碌没时间，夜深了却失眠，倔强的以为只是偶尔的寂寞，真的寂寞。